档闪光的乐队最后一场竞演——巅峰一演，我们将共同来见证巅峰乐队最终的诞生。紧张吗？压力大了，我要出大招了，完全的燃起来了。我觉得就是在享受，突然就振奋了，真的很感谢这些好朋友，我人生的宽度又宽了一些。我们是闪光的乐队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最闪。究竟谁能在这场检验当中胜出呢？不到最后一秒，真不知道谁是冠军。本季闪光的乐队巅峰乐队，他们是